为什么撒谎？实际上性关系发生前你就已经醒，直到性关系结束前你才彻底清醒，你确认吗？我确认。0:20，你口齿清晰，打电话给大堂经理，让人送红酒上楼。您看律师提交的第二组证据，大成夜班江小宁接到赵寻从董事长卧室打来的电话。这是重度醉酒、神志不清、毫无反抗能力的状态吗？对不起，你知道自己说法前后矛盾、行为出尔反尔的危害性吗？一旦检察院提起公诉，虚假陈述将会导致对嫌疑人的无罪判决和国家赔偿，殃及国家也殃及你自己。你会被追究刑事责任，受到刑事处罚，你知道吗？